大家好，香港最新打卡点看这边，网红必拍最新水上乐园，彩虹滑水道横贯整个山坡，超刺激，多达27个主题设施可以玩哦。来来来，烘鱼鲨鱼陪你吃饭了，全港唯一水族馆餐厅海龙王，用餐时整群海洋生物游过来互动，园区还可看熊猫耍废，狐獴站起来耍萌啦。从乐园走5分钟就到的富丽敦酒店，每间房都看得到无敌海景，哔哔，打开门，坐拥270度迷人海景，好靓啊！走到露台可饱览码头、水上乐园等景观，能看见港湾的浴室，一键按下就能保有隐私，好塞雷哦！中环旧监狱、警察局也变打卡点，维多利亚风格餐厅可吃松露脆皮鸡，三色小笼包戳下去就爆汤汁。还有超多甜点、调酒可选择哦！最新文创基地西九文化区，欣赏展览还能边看维多利亚港。香港故宫有隐藏版金字塔可登高，这里可是全球唯一的海景故宫呢。艺术公园餐车市集可买香港小吃，吼吼比！少女心的人别错过粉红色素食餐厅，奶昔上面有甜甜圈和美人鱼，整间店都是粉红色，有够梦幻啦！ M Plus 博物馆晚上变身超美夜景。楼下有完美餐酒馆可以拍，香喷喷的煲仔炒肠粉、汉堡包、炸鸡松饼，通通必吃。想买东西就到全球最美百货，就像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一样。香港最久的菜市场变身文青美食街，大红灯市入口是必拍打卡点。海南鸡饭、东南亚料理都吃得到，甜点还有整颗椰子装起来的布丁。一个半小时就能飞出境的香港，还不快玩爆！